们两个谁数学比较好？应该是他吧。我感觉几何学好，那么你美术差不多也会好一点吧，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几何去搞造房子也应该会好，对，造房子应该好，造房子好，那么别人住得好，那么就别人都非常开心。就是难题解出来了，会有一种就比较就是开心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豁然开朗，特别好。因为奥数学如果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再去钻可能有点晚了，所以说实话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奥赛的话呢，是我们学校有特别的几个班级，大概是会有这样的教育，不太想去，我感觉在这里挺好的，那里感觉会竞争比较压力比较大。就他们做数学题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我就每次都不会啊什么的。我会选择作家吧，因为我比较喜欢语文。当企业家可能会比较愿意。食堂主管。食堂主管学数学很重要吧？不，学数学可能对食堂主管来说并不重要。罗伯森教授我知道，他是美裔华人。这次罗伯森教授来的时候，我妈推荐的，每次转给我一堆鸡汤文，一天20个来篇吧，加上，哎，算了，那是个悲惨的经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妈就在家教我数学，因为她以前是在新加坡当数学老师的。那时候其实我的父母还没决定他们会不会一定留在美国，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回到新加坡，那他们就希望我不是好像那一班级的最弱的学生。在美国我上学的时候，我已经会做那些加减乘除，那些老师就给我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如果我有6根牙签，那我可不可以把它们摆起来做出来4个三角形。其实如果你想一想，这个是有点难，好像你怎么放你都不能够做到4个三角形，但是如果你用3维度就行了。这种题目有时候需要想半个小时才想通，但是这个也就让我们习惯想长一点。这是我小学的经验。好了，向右转，然后往右转，一遍。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好，学长，接下来我们这里要罗伯森这个教授要来了。好，已经来了。孩子们先吧。哦，罗教授，我以为是一个老爷爷。初中的时候，我就被他拉进来我们初中的一个数学竞赛团队。之前如果看那些数字的数学题目，我是大概知道怎么开始的，但是这个数学竞赛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开始。我上7年级的时候，就是差不多12岁，我代表威斯康星州在那个全国决赛，我一排到全国25名。我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想，可能在这个世界我需要做一些事。罗伯森教授呢，他是美国奥林匹克，我也发现到可能这个数学的世界是比我想象的深得多。首先呢，他是一个美国著名的数学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罗伯森教授的到来。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谈数学，但是我的主题开始的时候会看起来不像数学，可能你们现在也可以听得出我的中文有一点问题，那是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我平常是到处跑用英语给这些讲座，我的希望是可以让你们学一点的数学，让我学一点的中文，好吧。
OK。请问，我们平常是用骰子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随机数字，对不对？所以可能最简单的游戏，我们有两个人，他们会同时扔，然后扔四次，我们怎么算谁赢谁输呢？把他们加起来，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则吗？我们不可以说减起来嘛？哎，我听说有一个人说乘起来。哎，请你等一下，我们后来也会谈那个问题。但是我们先谈这个加起来好不好？然后来看谁的和比较大，可不可以有两位同学上台帮我来玩这个游戏？哦，我看到后面有一位女生在最后面的，来来来 ，OK。然后前面就是你，来来来 ，OK。因为我是数学家，所以我不太会做计算。可能你们都听过这种笑话，也就是因为以后如果你一直学数学，到最后你真的是一直在证明定理，所以我的计算能力已经比较弱了，所以我现在需要多两位同学帮我来算他们的分。哎，小学生可以帮忙。哎，你来，过来，过来，前面的，然后那个后面的，对，随便，他已经走了。对，第一轮开始。哎，你们在算。这边有多少分？5分，2分。好，第二轮开始。6、3、3分。一共8分。6分，一共8分。哦，第三轮开始。5分，6分，是5分加起来是18分。这边是6分加起来是20分。哇 ，OK， 所以这个，你们的运气真好。其实谁赢谁输那是不重要的。我现在是要用这个游戏来谈一点的数学。我先想问，这个游戏是公平不公平？公平的呀，肯定是公平的。哦，所以这个人说公平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交换的呀，每个都是这一个。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交换。哎，为什么这个交换是重要的呢？有没有人知道？可能是两个骰子不一样的话，这个骰子更容易到六，这个骰子更容易到一。对，所以有可能这两颗骰子是不一样的，是真的吗？是的，那绕可能两个不一样重，可能一的地方重。其实这两颗骰子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交换，所以这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大家都同意吗？同意。对，好。其实这两颗骰子是有毛病的。我开始高中的时候考进全美国奥数的夏令营，那就是全美国前30名。有很多特别聪明的人啊，我不是一个。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玩、怎么吃啊、怎么睡觉，其实不是，有时候是不睡觉的。不是因为我们在做数学的，可能在玩游戏，所以我就说，哎，我明年真的希望可以回到这个夏令营。但是只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回到这个夏令营，你需要考得不错。我就一直用功来学，第二年也成功。11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收到电话，是从那一年的美国奥数队的总教练。他就说我被选进去美国奥数队，然后我当然答应，特别高兴。但是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想，哦，但是如果我靠了运气考进去这个国家队，那我可能会考得很差，而且全国会看到，所以就变成特别紧张了。因为我也知道我不是那么好的。从那一天收到电话到那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拼命准备。我那一年我得到银牌，只离那个铜牌好像1-2分。
那次因为我是好像是为了成绩来准备，以前就是只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我要跟这些别的同学在一起，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的做，也不紧张。但是一有这个成绩的压力，过程不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考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也想，可能我不应该做这些事情。那时候也毕业高中了，我应该转到大学的研究，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机会去加州理工，先花一个暑假来做研究，我也花那个暑假来学会做菜，学会生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新生到的时候，那是九月中，那时候我已经熟了。我跟十个人好像提前到三个月，所以我们很舒服了，我就可以到处来见新生。我不需要想，哎，这个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其实那一天我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我在大学是一边学数学一边追她。她也不是因为我是做什么数学竞赛的就喜欢我。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说，其实你可能是在另一个世界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可能不太知道要不要真的在一起。其实但是我就觉得这是好的，就是这不是他看到我做过的这些东西就追我，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能是有真正的感情。其实这两颗骰子是有毛病的。哎，你说什么？为什么这个五对的是六？哎，所以因为他在前面，他一直在查看。其实这是那个展开图，这是一样的。哎，但是我听到有很多人说错的。平常的骰子一般都是两面相对七，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问题。对，所以你现在我想问一个很仔细的问题，你说是错的。但是你怎么知道骰子应该是面对面加起来是七呢？你是这到底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你觉得应该是这样？请你们回到台下，我们谢谢你们。有一天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好像我小的时候也听过。正常的骰子应该是面对面的和都是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数学家，我们是做研究的，我们不只是想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是想知道原因是什么。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也不知道那个答案。如果你上网来搜索，因为看起来比较公平，或者因为比较漂亮，或者是因为一直是这样的。现在如果你搜索，你也有可能会找到另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我的解释。但是我现在要让大家一起参与，你不需要给我一个很完美的解释，到最后我们会找到一个解释方法了。我认为的话，它如果一面是一，一面是六，它是两个就是相对的一个概率，要么是最大值，要么是最小值。比如说一和六，你有可能会滚到一，但是你滚到六的几率也是50%。比如说你连续按照这个规律去滚的话，你肯定两个加起来会滚到七，所以会比较公平。好，应该放小跟大在对面，看起来大家在听别人说的话，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到那个非常完美的解释。因为看起来大家已经开始说可能有一个滚法，可能我们刚玩的这个游戏，如果你会，你可以赢这个游戏。这个我可能有个答案啊。有个答案？对，比如你看这个图吧，它横向滚的话滚到4132，它们的平均值会比那个如果竖着滚的话，竖着滚已经很靠近了。它四个面实际上是可以滚到一个3456这四个。哦，一个3456呢？怎么做？啊，
就是要是把这个做成骰子的话，应该是三四五六可以在一个，它的平均值会比直接随便滚的话会大很多。谢谢。其实我们刚玩的这个游戏，虽然每一颗骰子有一二三四五六，每个数字都在，但是因为他们排的比较奇怪，所以如果你会滚，你有一个滚法，就是放一和二在侧面，然后让它像一个自行车，像一个单车的轮子一样往前滚。如果你的对手是随便抛，但是你一直得到三四五六，那怎么样？那我想问，这个游戏到底是公平不公平？哎，啊，所以我听到，我先听到不公平，然后我听到哎还公平，因为两个人还是有一样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机会用头脑，其实世界也是这样。请大家不要用我们今天学的东西来骗别人。啊，其实今天我们会学很多没有人想到的东西。常常有学生问我，哎，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我们以后会不会用？其实 这次我也可以给你这个回答，请你不要用，因为是太有用的。我们如果有知识，我们可以用知识来帮别人，不只是来赢游戏。虽然我以前以为我不会回到数学奥林匹克，但是生活是这样， 你想什么那个未来可能是完全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上大二的时候，美国的奥数夏令营那一年变大了，他们加多五倍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所有以前做过这些奥数的人来考虑要不要帮我们来当助教。四月差不多我才答应。这个夏令营是六月的。我发现到其实我真的很爱讲课，也是因为我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像我以前那样。然后那一年我也没想到，那一年那些学生啊，最后一天会投票来说他们最喜欢哪一个教练，他们选到我。我们用了一个反证的方法来说，为什么这些一对二、三对四、五对六的骰子不行？那我现在要回到我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是一对六、二对五、三对四，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要不要让一个人有这个作弊的方法，那我们就必须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一颗骰子，如果我选任何一个方向来滚，四面的平均数必须是多少呢？一到六的平均数是多少呢？是 3.5， 对不对？真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太行，所以我写的都是写英语。Average of four sides， 那个平均数必须是 3.5， 对不对？要不然就有这个作弊的方法。那如果看他们的和 ，sum of four， 14。因为那是 3.5 乘4嘛，那如果那四面加起来是14，剩下的两面是多少呢？为什么是 7？ 我怎么知道是 7？ 是 21 点，因为一共1到6是多少？ 21， 一共有21点，减下我已经有的这14点，剩下的是7。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我如果我不要有这个作弊的方法，那我必须每一个面对面的和都是7。大家都明白吗？所以现在你们就知道世界的一个秘密。美国奥数国家队是美国数学协会组织的。
之前冯祖明是一个美国特别特别出名的私立高中的老师，但是他退休的时候，美国数学协会就找到我，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当了副领队好几年，但是我也不是只是想要追成绩，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也记得，如果有压力，其实是很难做的。所以我就跟这个美国数学协会谈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如果你们选到我，我们的国家的成绩大概会下降。美国数学协会同意，他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但是他们的目标是特别宽的，他们是要提高全美国对数学的兴趣跟能力，真的是要想你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引导一整个国家所有人对数学的想法。所以那时候我也就开始到处跑，去很多城市给数学的讲座。如果你真的要用我们刚学到的东西，第一我已经说不要用，但是第二你也需要奇怪的骰子。但是那没关系，你一开始了解这些事，我们就开始想真正的骰子。你可以信我，我不再骗你了。透明是让大家知道其实里面真的没有东西，所以不是一个面比较重，而且透明你可以看到，哎，我这一面是一，对面是六，真的是特别特别公平的骰子。所以我想用这两颗正常的骰子来玩这个乘法的游戏。两个人一对一扔四次，每个人有四个数字，把四个数字乘起来，谁有最大的结果就赢。那我们就第一轮开始。一比四，第二轮开始。这过八千，两个都有三。第三轮开始，掉在地上没关系。36，这边是12比36，最后一轮。哦，36比72，发现到这个乘的游戏，那些数字好像很快很快的增长，对不对？我也看到，我也可以看到这些人也有策略。好，所以现在我可以说，你们可以回到台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个游戏是应该怎么玩的呢？这个2345。好像有些人，有些同学说六是不好的，因为太容易出一。不少的同学说最好就是放这个一和六在侧面，然后往前滚，你只会得到2345。但是你怎么比较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所以其实我应该说你们说的对，为什么这是比较好的？哦，我看到这个第二排的，因为我也看到他扔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做法的。就是把每个对面的两面乘起来，就是一和六乘起来六，然后二和五乘起来十，三乘四乘起来12。好的，所以他算的是，如果我有一和六在对面，一乘六是六，二乘五是十，三乘四是12，他在算最好是失掉哪两个数。之前的游戏因为1+6、2+5、3+4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策略。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换成乘，我可以这样的来解释一下。如果我随便扔600次，差不多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100都是100，对不对？好，
如果我放一和六在侧面，就是说我一定不会得到一，一定不会得到六，那我会得到几个一呢？零，二呢？一百五，零。那我现在就可以比一比了，因为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数字都乘起来，一边如果我随便扔，我会有几个一？一百个。我再把这些数字都乘起来，如果我随便扔，我的结果大概是差不多这个一的一百次方乘二的一百次方这样。我要把这个跟什么东西比一比？二的一百五十次方乘三的一百五十次方乘四的一百五十次方乘五的一百五十次方。我想比一比，如果我想比这两边，我应该把所有的数都乘起来吗？不应该，消掉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消掉很多一百，二的一百次方，消掉一百个二在右边。所以现在我想比一的一百次方乘六的一百次方，跟二的五十次方、三的五十次方、四的五十次方乘五的五十次方，哪一个比较大？因为我好像听到很多人说这个一的一百次方是一，然后如果我有这个六的一百次方，我可以把那个六分成二的一百次方、三的一百次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有更多东西。那是一个解释方法，我来给你多一个解释方法。假如说我不带来一些正常的骰子，如果我带来的骰子我还有六个面，但是那六个面不是一到六，是十一到十六，但是还是十一对十六，十二对十五，十三对十四，十一的一百次方不是一啊，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用的还没用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概念啊，对不对？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概念是一乘六是最小，三乘四是最大。这是一个不等式证明方法，我可以把这些数字放进去一些组，就是说我可以放一个一乘六组，我有一百个，然后二乘五我有多一百个，然后三乘四我有多一百个，对不对？右边呢，如果我用同样的方法，二五我有一百五十个组，三四我又有一百五十个组。那用这些组跟用我们最开始的概念，这个一乘六最小，三乘四最大，有没有人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其实从那个如果要变化，其实我是把这个一百个一乘六的组换成五十多五十个二乘五的组，乘多五十个三乘四的组。五十个二乘五的组跟五十个三乘四的组，那当然我的结果会更大，因为一乘六是最小的。但是如果我做这个改变，我一共会有几个二乘五的组呢？一百五十，对不对？因为之前有一百个，加多五十个。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个解释方法，也是因为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想法，那大概我们应该能够用那个想法来变成一个完整的证明，而且这个也可以让你来解决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其实是同样的，虽然很多很多人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没有人真的研究过这些骰子，所以就不知道你可以用这个做法。那如果你是第一个人
发现了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呢？希望你们用来帮助更多人。谢谢大家。201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以前的博士后到了中科大当教授，所以我就问是在哪一个城市，他就说是在合肥，我就说我从来没听过合肥，合肥 是什么样的城市，是不是大城市或者小城市，他就说是小城，算是比较小的城市。我就去北京坐火车到合肥，出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为什么到处都是高楼，而且每一个方向好像都在 建更多高楼，所以我就问他这个小城市到底是多小，他说是700万人，我就说在美国700万人不算小城市啊，我也看到这么快的发展，我就说其实我应该多一点回来，因为看起来这里是很快很快的变化。差不多每年会来中国6次，到过了18个城市，北上广深、成都、金华、南宁，我也去过了江西的瑞金，我是故意想看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比如说你现在在课外是做什么东西的？就一些主课的一些补习或者是拓展课，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兴趣的一些课。所以听起来你每天会上很多课。我自己的女儿也是12岁，快到13岁的，所以她是在美国上课，所以我就也有点好奇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啊，我从来没在教室里面吃过饭，但是都可以的。嗯，哦。我现在用筷子，我小的时候是用叉。你的筷子用得很好。其实我开始用筷子是因为我的女儿差不多5、6岁的时候就对可能中国文化有兴趣，就说为什么我们不用筷子，所以她就开始用筷子，所以我们一家人也开始用筷子。对，那我已经是比较大了，对不对？但是我看到我的女儿在用筷子，所以我也用吧。问你啊，吃饭开心还是做数学？做数学，好讲哦，就把题目解出来很有成就感，因为我都觉得数学特别有意思，就学到后越往后学就那个越好。我现在学到二次函数那一块，然后就感觉整个数学就那个可以在生活中到处可以应用起来，可以作为第二选择吧。那主要还我最大理想还是读文科，对。我现在是在那个卡尼基梅隆大学讲数学的，对。美国现在你们好像都是中国人，都是华裔。有不少的。我教了，一直到退休教了40几年，43年吧。62年大学毕业，到05年退休的。退休了还返聘，一直在这儿。我今年80岁。其实我很高兴见到这些已经教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人，因为这个经验很多。你年纪轻了，你今年？我是82年的。你说你是80岁，我是82年。因为我们是数学的，所以我40岁不到。对。我自己的背景是在华人家庭长大，所以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我不应该说是特别熟，但是我应该说我在中国我觉得很舒服。我小的时候也是通过练习，也通过一些像中国的教育方法，每一个考试有4个边，里面的那些知识点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知识点练好，其实你可以在那个考试也做得不错。如果我想说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我想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有很多考试，有很多特别特别重要的考试。在美国其实你也不没有一个考试可以让你马上进入大学的，你也需要看老师的推荐信，也需要看你课外活动。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有特别好的印象，但是那也是因为我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们有不少的从中国过来的留学生，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中国的学生可能只会做考试。我也不要说我在代表美国的教育方法，因为其实我带来的这些教育方法也不见得是美国的，但是是美国数学竞赛的，想半个小时才解决一道题的方法。OK, 其实虽然我是一个数学教练，但是这个体育也是特别好玩。我们带来的任子昂，他是卡内基梅隆大三的学生，而且他特别喜欢体育。对对对，我很喜欢橄榄球。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要谈的是一个关于橄榄球的数学，其实是我自己只是30多岁第一次想到的，不需要管橄榄球的规则是什么，我只是要说一个很简单的跑步的游戏，一个人比一个人的游戏。这个人他的目标是跑到这边，哦，他说肯定输的。OK， 是很难。如果你不能跑到这个后面，如果你是从这边出去，或者这边出去，或者那边出去，你的分数就是你能够走得多远。比如说，如果你这样跑，然后到这里跑出去，你的分数，你的分就是这个。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如果一个人特别特别快，那就不太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想选两个差不多一样快的人来玩。我们怎么？但是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好。OK。你们两个 OK， 来了来 OK， 大家就看吧，大家看着 OK 吧。你是往那边跑的，你想挡住他，如果你抓住，如果你碰到他，他就那时候停下，可以吗？3、2、1开始。没关系啊，哇哦，哦，10年以前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就只是想要帮那些最顶尖的学生，但是我的兴趣其实已经转到了所有的学生。我也试过有没有方法来吸引那些对数学没兴趣的人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设计了一些讲座的主题，那些主题看起来有时候不像数学。对，我爸爸是威斯康星州大学的统计教授，我已经过了好几个晚餐听他说他今天做什么他其实常常说讲课是像表演一样，所以我是故意设计这种的讲座，可不可以用不只是用内容，也是用表演的方法来吸引大家的兴趣。我们先从那个跑的人的角度来想，你应该怎么选怎么走呢？应该怎么跑？是不是应该歪歪歪，或者直跑，或者什么？你想说什么？先开始往下面跑。你是不是说这样跑？不，是不是这样跑？也不是，所以是你来吧。然后保证他去这样上线。他用几何了？然后跑，跑这里，
你看它有个等腰三角形，要保证这个这条边比它稍微短一点点，这样我跑了就可以比较 OK。好，谢谢。所以其实这两个距离是一样的，大家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点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两个人是一样快，如果他在跑，如果他直接跑到这里，没有人能抓到他。这是一个不需要想什么的跑步方法，就是说他不再看，哎，这个人怎么追我，他只是说我拼命跑到这一点，没有人就可以挡住我。如果我有任何两个点，如果我想知道在这个平面哪一些点更靠近这个，哪一些点更靠近那个，你找那个终点，对不对？然后画这个叫做什么？垂直平分。垂直平分线，垂线。你画这个垂线，那这边所有的点都就是它就比较靠近，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先算这个垂线，来看这个垂线在哪里碰到这个边，你就能知道如果从这里跑到那里，我能够安全的出去。但是如果他可能不太会追你，可能到这里你也可以直接跑。但是我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策略给这个跑的人，这是一个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点的策略，没有人能够挡住你的，你一定能够达得到。但是那个问题是，这是不是最好的策略？我也可以说我有另一个策略，一个没有人能挡住我的，就是这样跑。但是那是一个特别差的策略，对不对？那我们就现在需要问他能不能够走得更远，那就需要靠那个挡住他的人多么会挡住。所以现在我们要完全的换角度，如果你想挡一个人该怎么挡，我们需要思考两边。我应该这样说，那个挡住的人 的策略是不是应该只是直接跑到他现在的地方？不应该，对不对？那就是像狗追车一样，狗追车就是追到你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保持什么？一定的距离。但是怎么保证呢？哎，你呢？另外一个想法，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也是很难来真的做。有没有人观察任子昂挡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法？啊，什么什么？小对对对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而且他用什么的动作？他在干什么？他在看对手在做什么？你看，这个真的是垂线。我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这个人希望这个人不过去，他应该做什么？如果这个人这样做，他应该对称。如果这个人这样跑，他就对称，明白吗？他只需要像一个镜子一样，假装想这条线在哪里，然后他就故意不让对手过那条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像你刚说的，其实我以前玩这些橄榄球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只是随便跑的，没想到有一个固定的数学方法。我一直觉得合作是比竞争好。我看过好几次这些国家队的队员是几对朋友一起进去，因为他们准备的时候是互相帮助，几个人可以互相鼓励，而且如果他们学到了什么技巧立刻就过去。所以我一直看重这个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管理这个美国奥数的夏令营的时候，我就开始请别的国家的学生来参加美国奥数队的训练。其实这也是用美国奥数队训练的钱，我们也不问钱，按照去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排名，中国总是在前八名，所以我们其实每次都会请中国过来。这个合作有可能会帮别的国家也考得更好。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这样做，其实这个会真的帮助学到更多，因为他们会有这个机会跟别人交流。我们的问题是现在所有的人可能有 不太一样的想法，所以因为我们有不太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国家的竞争。其实这个竞争，当然如果看历史上，竞争有时候也是帮人走得更快啊，比如说那个冷战，那个美国跟苏联。但是我也觉得那不只是进步，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科学这么强，这些大竞争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不要进步嘛。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竞争是人比自己的竞争，如果我比上他，那我赢了，但是他也输了，所以那不见得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直跟他自己来比一比，那大家也会进步。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不只是说现在我舒服所以我开心，其实你可能可以看得出我不是想舒服的。我觉得如果全世界的人可以不追舒服，反而是追自己跟自己的竞争，那我们也可以有很快很快的发展。跟自己竞争是好玩的，如果大家都这样玩，其实我们也可以往前走。有多少人了解过去的老冷战？有多少人知道老冷战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多少人知道当老冷战结束转为后冷战时代的时候，以及当后冷战又再转为新冷战的时候，都是哪些关键因素造成的这些转化？老冷战结束的那个阶段，其实恰恰是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复杂矛盾翻云覆雨，甚至是非常尖锐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我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这个时候呢，没有谁会认为苏联东欧这个庞然大物都解体了，中国还能撑得住。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所以迈开双脚，我就去了苏联东欧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做实地调查。十年之后，当911事件爆发，美国新经济危机双重危机同步爆发的同时期，我又有机会被西方的这些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请过去给他们做对话。所以我想我能够跟大家交流，能够向大家讨论的这个观点呢，主要产生于国际比较研究，产生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大变局。这个我想恐怕是我们这个课最大的差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更客观一点来看待我们今天面临着这种被动的拖入美国发起的新冷战。知己知彼，这样呢，可能遭遇到的损失会稍微小一点。我是温铁军，欢迎来到我的观课堂。